已经在线上了吗？大家都在了吗？要开始了哟！艾莎六瓶彩开大奖，升级一会员，一人独享300,000现金。我们都要平平安安的哟！有这么卡哇伊的艾莎主持，当然没问题哟。本周六平台有9537人参加，只要你是升级一会员，在指定时间内选号，就有机会把300,000现金抱回家。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天，好吗？什么？艾莎说中文真的很 Q， 很 cute 啊，就没办法有日本口音。什么？说日语？好，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、アイサです。見てる？見てるかな？要看苹果日报哟，苹果日报見てね。艾莎，除了跟粉丝聊聊，今天我们苹果记者特别准备了一些题目要拷问你。好哟，来喽，来喽，刺激，要不要暖身一下？好 ，OK。因为今天是爸爸节、啊、对父亲节，嗯，那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？我爸呢，他是一个平常不是那么擅长表达的一个男人，舍不得让自己休息的人，所以希望就是不要这么辛苦的工作，就要适时的休息，然后把身体照顾好。请在15秒内念完以下的绕口令。这太难了吧？这个台湾人也应该。对了，台湾人应该可以啦。好，太难。计时开始。十横十，十横四，十四横四十，四十横十四。谁说四十是西西？谁说十四是四十？恭喜过关。有标准吗？不对吧？应该是听不懂吧？有，很听得懂吗？真的吗？啊，听不懂啊！所以大哥在摇头，摇头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，太难了啦！粉粉是不是要被艾莎给融化了呢？但最重要的开奖当然也是不能忘。来看一下，05、06、08、10、18、29，好刺激哦！300,000呢。超刺激，就是这么刺激，就是这么幸运，最后有一位升级一会员独享300,000现金哟。下礼拜四呢，晚上8点是有帅气的吴克群来开讲主持，来往六兵财，周周发大财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哎哎、欸欸，你干嘛？你是升级一会员，不能听完整首了哦。敲敲键盘，登入升级一会员。